大家好，我是天鸟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超密集耶，这样防御力应该很高才对啊。他还做出那个盔甲的裙子的感觉。这可能真的是无限轮回了。没有什么好办法呢。不他了，他这样一直丢火，哪有空隙去攻击啊？就算开打也没什么用。哈哈，完全打不死啊。太扯了。太扯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完全不知道。抓到那么一点点什么？
旋转完的那时候打他。昙花无色的鸟子。见了，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又是什么？很多哎、欸，我可以相信你就是魔王了吧？又来，又是这招，已经破解了。哎哎哎哎！哈，好贱啊！好这样啊！哇，还好不用再从第一阶段。被逼退了，来了。哎呀，为什么踩到那颗地雷啊？别哭，不快哭啦，真的是好难打。上面去嘞！
小红过去，哇！他总共要打九下，真的很夸张。 打飞他了！你想干嘛？在那边看着我，压力很大嘞！哎，我差一点没有看到那个。 没有。喜欢的话，可以帮忙按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